上周五以及周六举行的第58届金钟奖，今年收视率数字正式出炉。20日举办的节目类典礼，无线收视平均为1.68；21日戏剧类典礼，无线收视2.52，和去年比起来，收视有些微成长。而外界最关注的典礼收视高点，节目类的落在综艺大热门吴宗宪、露露、陈汉典获得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尤其陈汉典感人致辞，收视一度达到4.32。戏剧类高点则是在蔡淑臻获得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收视为4.63。今年戏剧类的收视比节目类还要高，观看人口将近280万，全台湾都一起在电视机前关注这场电视全盛事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